各位法师，各位护法居士，各位来宾，今天呢是一个吉祥日子，是吧？在芙蓉寺举行药师庄长法会，各方的这个大德师父、护法居士都云集在这里参加庆祝。这是浙东佛教啊，从历史以来药师道场首次的盛会，那么在这个名胜古寺啊，我们晓得历史上有近代的高僧弘一法师，就是李叔同，叫弘一法师，在这里完成了常住长篇的阿罗汉像，写成了清凉歌词，修订了药师修法，近代的高僧太虚大师、弘一法师，那由弘一大师写谱，太虚大师作词，合成写成的三宝歌，就是现在已经成为啊佛教的教歌。这个三宝歌到现在可以说我们从中华大地到东南亚国家到欧美国家，到处都在唱三宝歌，是三宝的光辉普及大地，造就人类和谐，世界和平，非常有意义。在全国来讲，观音菩萨有圣地，文殊菩萨是地藏菩萨都有圣地，而现在我们这个芙蓉寺啊又成为药师道场，是吧？所以大家要今天呢在这个药师庄长法会云集在一起，这是殊胜因缘，非常难得。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，那么一般年代就是消灾延寿药师佛，
古民失语啊，言夫人甚好，吉人消灾，有人延寿，是吧？这位佛陀啊，大慈大悲，怜悯众生，是吧？生者得安乐，死者得度。生者得安，就有药师法门；死者得度，就有净土法门，是吧？这两个法门，一个是众生如何过得安乐，一个是众生死了以后如何归安乐境界。西方境界是安乐境界，所以啊，佛陀真是大慈大悲的，都是由佛的经口亲自宣说啊。而弥陀经是佛对舍利讲啊，药师经是佛对文殊菩萨讲的，满殊师利啊，就是文殊菩萨，是吧？舍利佛在罗汉境界中，他是智慧第一；文殊菩萨在大乘菩萨位中，他也是智慧第一，大智文殊吧。就说明修药师法、修净土法，都是有大智慧的。这两种法门呢，一是对众生的生存如何安静，一个是对众生死了以后啊，如何得到安静，得到安乐，如何生西方安乐国，得到安乐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首先跟大家介绍这一点。其实药师经啊，内容来讲就是药师佛的十二大愿，十二大愿也可以说经咒的精华，是吧？那么根据他这个大愿的精神来讲啊，我只是抽象的讲一下，是吧？药师如来具有智慧福德，他也希望众生，愿望众生能够具有智慧福德，得智两句，是吧？这个智慧啊，就像蔚蓝的天空，万里无云，万里天啊，什么智慧啊？真如的智慧，是吧？明心见性的法身慧别的智慧，希望众生都能具有这个智慧，是吧？众生之所以流转生死啊，就是由于无明啊，欲知能，欲得能除千年难，欲知能破万载欲。有智慧就可以破除欲难，破除无明，是吧？这种智慧就像琉璃宝光一样亮，是吧？玉蓝色的天空，万里无云呐。这是什么境界呢？就是
智慧，般若智慧。这种智慧怎样生出来的？那叫勤于啊，修智观啊，修智观了，必须要智观双运，警中观察。智观功用很大的，有这么几句话，它的功用啊，破我执之利缚，断勤俭之纲刀，学菩提之该机，断烦恼之要药，有这个智观功用。那所以智观，勤修智观，就可以张扬法身慧彼，就有智慧。那慧由智观而生，而智观生起来怎样生法呀？由戒而生，有三种：舍努力戒、舍善法戒、饶于有情戒。这是大乘菩萨的境界啊！舍努力戒就是要自我放挥，舍善法戒叫光修一切善法，不管人天善、解脱善、菩萨善。饶有情戒叫以悲悯心呐、啊，广度众生。在十二大愿里面了都提到这一点，是吧？有时候发的这个大愿，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习，要学修这个啊智观、持戒、三聚境界，是吧？舍努力戒、舍善法戒、饶有情戒，是吧？这个能够如是啊，我们的正报庄严、依报庄严，正报就是我们的舍身啊，依报就是我们所依止的环境、土地、山河大地，能够有这个因，在高位上啊，就可以感到正报、依报庄严，是吧？那么在这个国内啊，人人都能够如此的话呀，就可以消灭朦胧阴阳，是吧？盲者得视，聋者得听，阴阳者得可以发出声音，啊，就这个好处，是吧？而佛法呀，这有时法门它就是阿悉陀用，阿悉陀用啊是印度语，放到中国来就是啥子？无上妙用啊。我们能够依照有时法门啊，勤修智观，勤修三聚境界，就可以是正报庄严、依报庄严，就可以是盲聋哑哑呀消灭啊。同时在国土之内
没有贫穷，没有山灾八难啊，没有贫穷啊，就分为两种，一种是物质上的贫穷，缺衣少食；一种是啥子？精神上的贫穷，精神空虚，是吧？那就消灭了贫穷，是吧？这个也没得疾苦，没得病苦，是吧？是财产方面了，得到富饶，物质上的财富、精神上的财富都得到富饶。啊，这个时候众生一护庄严，二智庄严，这个都了不起啊！啊，佛法要是心地法门，什么是从心抓起？心是根本啊，对，心生法生，心灭法灭。心然归土然了，心净归土净。佛法是心地法门，学佛大家要知道，我们就要改朝心地，是吧？因地不正，过早于去，在心地方面要诚实，是吧？必须要调伏其心，要善用其心，要圆融其心，这三个步骤。调伏其心，那就是要消灭贪嗔痴啊，调伏你一马心愿了，是吧？把马拴起来，把猿猴也拴起来，才能调伏其心。它不乱动，不乱动就不超越，不超越就不会受生死痛苦啊。所以第一个要调伏其心，第二个要善用其心。这个话是哪个讲的？是《华严经》净信品，是吧？文殊菩萨在里面了，发141愿啊，每一愿呢都是当愿众生，都晓得众生，是吧？行住坐卧，居坐下坐，是吧？都是当愿众生。那么在他发这个愿之前呢，说了一句话，是吧？但是要善用其心，这是文殊菩萨讲的啊。善用其心呢，你心要与人为善，要专一不乱，是吧？能够善用其心，与人为善了，就像大海中的航船，是吧？航船在大海中，它就有方向，就会掌舵啊，会有方向。茫茫大海之中啊，这个航船就可以啊，破风浪啊，到达彼岸。要善用其心，是吧？这点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大家要这个凡事
要善用其心，那为什么让知识掉？他在发141愿的时候，当愿众生，当愿众生之前就说了这个要善用其心，是吧？那么世间之所以有各种劫难了，刀兵劫、瘟疫劫、水火劫，什么原因呢？就是人们不能善用其心啊，造成三灾八难了，这可悲的事情啊。文殊菩萨也指出来，我们凡事要善用其心啊，所以啊，心做作恶，举脚下作，都要当愿众生，是吧？这点呢，大家要好好学习。学习好了，就是大乘菩萨，是吧？大乘菩萨，是吧？种了这个因，在地前种了这个因，就可以成为地上菩萨，一直到等觉、妙觉，这是《华严经》之说的啊，52位啊，经历这个程序。所以第一呢，学佛啊，我们要调伏其心。大家想哈，你心调伏到没得吧？心愿也把收拾到了没得吧？啊，包袱重重，教那样教这样，是吧？结果啊，被六尘所转，发展贪嗔痴，这就不能调伏其心，啊！凡是只晓得利己，不能利人，只为自己着想，不为他人着想，那就不能够善用其心，啊！第三，要愿意用其心。什么愿用其心呢？就是要以佛心对待一切。经常有人问我，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呐、啊，如何过生活啊？如何工作啊？是吧？他就把这个学佛啊与生活分开，工作分开，其实是错误的。啊，学佛不能够离开生活，不能离开工作，是吧？但是在生活工作中啊，你必须以佛心对待一切，是吧？佛心具体讲起来有5种。是吧？我们中国有个禅宗，禅宗又叫佛心宗，啊，直至明心见性成佛啊。你能够有这个心，就保持了真如体性，就可以发挥妙用啊，是吧？度众生的妙用。啊，哪5种心呢？第一个清净心，第二个广大心，第三个正直心，第四个平等心，第5个慈悲心，这就是佛心。啊，学佛的人呐、啊，内心绝对不能污染，有无明，有贪嗔痴就有污染，是吧？药师法门首先叫自己内心的病，啊，以无上妙用，这是阿弥陀用，无上妙用。来洗净你的内心，所以第一个、啊、
要有清净心，第二个要广大，心包太虚，两周沙盖啊，像药师如来琉璃光一样的啊，万六运万历天，万六运万历天，这才是广大的天，智慧的天啊，清净心、广大心、正直心，第三个正直心，正直就是不要愚蠢啊，内心要正直，自心是道场，在山中来讲是吧，能够一切事情吧正直无私，那运用在日常生活中、工作中，那么处处都是道场，你处处都在道场中，自心是道场啊，平等心是吧，一切男女尊卑老少出家在家平等平等，没有差别是吧，所以我们佛法的平等啊，就这种平等，是吧，平等我有高下呀，是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这金刚经讲的啊，有慈悲心是吧，慈悲心就没得嗔恨是吧，没得嗔恨是吧，吃了娱乐不能怕苦啊，该走向娱乐怕苦，使他去除痛苦得到安乐，有慈悲的精神是吧，那么这个大乘如来灌顶经啊，密教的是吧，它就三句话，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，这是显密贯通的，不管你学显教学密教，要通达这三个意义，而且根据实性是吧，要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就是上乘佛道下化众生，要有这个菩提心啊，是吧，慈悲为根本，有菩提心要必须要有慈悲心，以慈悲来增长菩提心是吧，就是慈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，那叫广行方便，在各种方面呢，以实际行动给众生的方便啊，这个就能够圆满，能够彻底，叫方便为究竟是吧，所以啊，这三句话呀，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本，方便为究竟，这是显密融通，不管你学显教好学密教好，都必须要以这个为根本，不能违反啊，内我引起外我是吧，佛之所以称为大雄大力啊，他就能够降服四魔啊，什么叫四魔啊，天魔、烦恼魔是吧，阴魔、无阴魔、四魔是吧，众生经验克服不了这四魔，只有大雄大力佛的精神
差点开不见石墨。结果我这个石表就有大雄宝殿了。什么叫大雄大力啊？是吧？就是说他能够克服石墨，降服石墨啊，降服天墨、烦恼墨、五阴墨、四墨，也称之为石墨。什么叫墨啊？障碍修道的啊，都叫做墨，是吧？天墨啊。啊，天魔有的啊，你把扶摇成道的时候，天魔出现，障碍他，是吧？天魔、烦恼魔、贪嗔痴慢疑、五阴魔，就是我们这个如虚、四魔、生死观难过，啊，佛他就能够。降伏石墨，他就叫大雄大力大慈悲，他能够降伏石墨啊。这生产佛是大雄，佛才叫做大雄啊。这个所以啊，会有定身，定有觉身啊，觉有色入的觉，色方色色法三法觉，饶于有情觉啊。学大乘菩萨必须发十弘誓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辅导上是原成，是吧？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就是饶于有情界，是吧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就是入离界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辅导上是原成，就是三法界。所以啊，我们念十弘誓愿就包括了三句境界，是吧？药师十二大愿里面就指示我们了，要严格的真诚的遵守三句境界啊。刚才讲的啊，琉璃光就代表智慧啊啊，而慧有定身，定有觉身，这就包括三句境界，就包括在十弘誓愿之中，是吧？我们大家要遵守如来教戒，要发十弘誓愿，这是这个药师佛啊，在十二大愿里面提出来，是吧？要严格的、真诚的守持三句境界，啊，所以啊，这个药师经，是吧？佛针对曼殊室的文殊菩萨讲的，是吧？弥陀经是对舍利弗讲的，舍利弗啊。啊，而这个药师经是对文殊菩萨讲的。我们学习药师经，学习药师如来的功德，我们必定不要忘记文殊菩萨的善用细心，凡事要善用细心。就是我刚才讲的啊，在茫茫大海之中，能够善用细心，你的舵就掌好了，就可以乘风破浪到达彼岸。所以要善用细心。
啊，这个十二大愿呢、啊、是药师经的精华啊，这是很有意义的，很现实的，是吧？那么真正是人人都能够奉行药师法门，那么我们这个大地啊就成为佛的净土啊，就成为净土啊，也就是琉璃光王的净土啊，你可以得到珍宝庄严、医宝庄严，啊，没有山灾八难，没有贫穷，没有疾病，没有痛苦，啊。现在不是要助残吗？盲聋喑哑的，要帮助残废人。啊，使残者不残，发挥它的作用。我也希望啊，现在的党政领导到广大群众能够学习药师如来的精神啊。那么我们国家呀、啊，就安定，就和谐。不会有饥饿，不会有贫穷，不会有灾难，是吧？我们国家讲建设呀、啊，就是要提高啥子？物质文明建设、精神文明建设，是吧？使人民都能够在物质文明方面、精神文明方面都得到极大的享受。这是共产主义社会所追求的啊，共产主义就他目的还是追求这个啊，人类能够有最高的物质文明、精神文明享受，目的就这一点，是吧？那就我就希望啊，从上到下我们普遍的呀、啊，来宣传哈药师法门啊，所以这个今天我们这个药师道场啊，这个庄长开光有这么一个道场，而这个道场与太虚大师、元音大师、弘一大师啊，近代的几个大师都有密切相关，这是个药师道场，也是如来的圣地，是吧？希望大家呀、啊、都来扶持这个道场啊，都能够学习药师法门啊，修讲药师法会，修药师法门啊。这个我从重庆呢到这里来，这一次主要就是来参加这个法会啊，与大家相聚啊，也是殊胜因缘，非常难得，是吧？这个最后啊，祝福大家在药师如来的光辉照耀之下，消灾延寿，一切吉祥。好了。